长的那一段呢，让我很感动，因为最常听到有父母会说，哦，你们好好享受这个舞台，舞台这么好享受吗？其实它不容易享受，可是在那个舞蹈当中，他们就这么轻易的给我看到了他们正在享受这个舞台，所以看到整个开场，哇，我就开始飙眼泪了，我说真的可以这样子哦，很不容易。这就是我们的孩子王，今天站在这大舞台上，与众不同的孩子王，多才多艺，能舞能歌唱，这就是我们的